Hello, Tatler 嘅讀者，大家好，我係姜濤。最想挑戰嘅戲路啊，其實冇特別話想挑戰嘅戲路，因為我知道自己啊、對於演戲嚟講仲係好新啦，咁所以其實基本上有咩演戲嘅機會都想好好地把握嘅，係啊。今日即係都知道發哥又嚟做 part 呢一度，咁所以都好想見到佢，亦都想有機會同佢合作。其實唔敢話合作嘅，但係有機會同佢傾到偈已經好開心噶啦，係啊。之前戴嘅珠寶其實都係舞台感比較重啲啦，同埋誇張少少嘅。咁今日戴嘅 Alpine Eagle 嘅手錶同埋係所有嘅裝扮都係比較 sporty 嘅感覺。咁所以就今日都係以演員嘅身份去出席呢一個活動。咁所以同之前舞台上面嘅感覺都係好唔同嘅，真係。Hello, Tatler 嘅觀眾，你哋好。百看不厭嘅電影係黑白嘅電影，尤其是 film noir 嘅 genre， 我覺得係為最百看不厭。好自在啦，因為其實之前我哋亦都合作過，我中意佢嗰個 design 好 classy， 好 timeless， 同時間亦都好 minimal。